大家好，我是 Ted， 欢迎大家来到 G0V 第60次记得投票黑客松。这次黑客松办在那个大学的前一个礼拜，是一个礼拜吧？对，那我们也是希望一部分是如果有反国民众或是媒体可以一起来参加这次的黑客松。大家可以看到我身上这一套是由 Paul 带来的，然后。就是如果你今天在 G0V 的黑客松参与过程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问穿这个黑色背心或是黄色背心的职工们。有点荒谬。OK， 那 G0V 黑客松是每两个月一次，然后一群人聚在一起达成一些讨论，做到一些事情的一个场域。那今天特别注意事项的话，第一个是先跟大家说明一下网路，网路的部分是 G0V Hackathon， 密码是今天的日期20240106。那，饮水机跟厕所都在那个方向，就是出去之后左转再左转就会看到了。然后今天可以使用的空间包含这个会议室外面那边的座位区，然后还有那边还有另外一个会议。Tiff， 那个专案孵化竞赛在哪一边？在108是过去的嘛？对。OK。那如果你专案孵化竞赛的话，会在出去之后左转那个108会议室，那到时候有告示牌。然后那边也有另外一个教室，有另外一个会议室可以去做使用。那在会议室内，请勿我们完全禁止饮食 ，Please do not eat or drink at indoor spaces or in meeting rooms。那因为今天是有媒体的记录，所以如果你不希望被拍照，不管是不是媒体记录都是这样，就是不管你有没有，如果你不希望被拍照或录影入境的话，可以带红色警绳的这个识别的这个 badge。OK， 那如果你是媒体的话，也请就是记得，如果看到红色警绳的话，请协助移除。There will be a media interview today, so if you don't want to be recorded or taken in photo, please ensure that you have taken the red rope for the badge. If you happen to be the press, please make sure to avoid taking photos of the participants with the red ropes or remove them from the scene.OK， 那今天的流程的话，简单跟大家说明一下。待会我们会先进行提案，提案是 G0V 的三分钟提案的概念，就是我们快速的讲出我这个专案想做什么，为什么要做它，还有我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在黑客松当中。那下午2:30的时候会有8分钟的短讲，短讲的话会分享一些比较多元的内容。那最后会有在4点的时候会有成果报告，成果报告的话则是可以由大家一起来。分享说你今天一整天下来，你这个专案达成哪些事情 ？OK， 那我们今天很快就直接开始我们的提案。第一个提案是 Fly 的预录影片的提案，那我们就直接换影片。